其实这阵代志若要怪吼，都要怪我啦。比赛啊，比输人啊，啊比啊，若无才着比赢人啊。无才情，无法度害囡仔做靠山，啊，唔则着害囡仔去食人的头路，去大间公司甲人学习一挂经验。哎呀，万阿你那边安尼讲你家己啦，你唔是我那靠你的双手靠去经验，甲这三个囡仔请甲遮大汉。啊，迄是少年的时空，胆戆胆啦，啊想讲都。 靠家己这双手，我一支菜刀一支砍啦，都我都上一世人，甚至可以当低音遐个囡仔啦。但是迄天吼，比安叔转来，啊，性冲啉酒醉，我安尼甲父母发哩，我就感觉讲，明无尽老啦，我哦，我那想真开啊啦。若讲我这世人吼，一双鞋对十八岁穿到八十岁，甲人煮食，甲人烹菜，徛咧边啊看人食。 拢总袂要紧，我拢认命。但是我免予我的囡仔同款，阁行这条路啊！啊，他今天做人的爸母啊，我这心里应该恁会了解才对啦。唉，你的心情我会得通了解啦。做人的士大人，拢嘛唔盲讲，会当替家己的囝儿时阵安排一条较好的出路。啊，这哦。 嘛，袂用敢若顾恁性格前途无顾着，阮阿芳的幸福啊！外口的公司哈尔啊济着，啊恁先啊敢若要建有道回本迄间台面啊？啊，毋着讲，啊先啊要建台面啦！好啦，其实性格吼，阿伯，是毋是性格？ 已经去介意着老小姐，阿芳啊，你唔通安尼乌白收啦，迄是无可能。啊，你若唔相信哦，我叫性格哦，亲自来甲你保证。啊，唔免啦，我唔是性格，啥物人啊，伊无需要向我保证啥物啦。啊，代志既然拢已经决定啊，我一定祝福性格顺利。唉，歹势，我忝啊，我先去休困啊。 有看到，有看到无？脚只片安尼吊一吊一在哭啊啦！虽然讲这个囡仔吼，死硬硬、嘴白人，唔肯承认啦，啊，不过即摆心肝内伊阁颤咧等啊啦！本来伊遮尔无路用啊！ 明明知影这是老话文上的，不过是伫亲手替我画的，我也是袂去无甲伊当作是宝贝。我哩真哩无路用，真哩无路用。姐，我的法拉银元哪里会借我？哟，姐啊，你今日怪怪哦，以前我摕你的物件，你拢会尴尬着。 无你今日是安怎？哈、啊！哎呦，姐啊，你来哭干呢？是谁欺负你？你问阿在咧创啥？哎，我是好意甲你关心呢。我知啊啦，甲阮大有关系对无？我的心情去作乱的啊，你莫阁跟伊乱啊，好无？ 拜托个，我哪有跟伊乱？我是你的小弟呢，啊，你有委屈莫讲，我是要安怎替你出头啊？应该表示的人唔表示，敢若是恁大咧替我着急，搁爱恁用人情和性格压力，又搁有啥物路用？安尼干那我感觉搁较悲哀，搁较无面子。我就知影甲阮大有关系，你莫讲了，我即马就来找阮大问清楚。你莫去找性格啦。 我有答应伊，唔可以决定要做啥物，我拢会伫咧伊的背后支持伊，所以我无想要让伊知影，我无甲伊去台北做品管的代志。啥？阮大要去台北做品管？啊，我知影啦，你是毋是咧烦恼阮大将来会甲迄个老小姐两个人愈行愈往，公私不分对无？哎呀，王子啊！ 自细汉哦，在咩我的心目中，恁两个才是上适合的一对啦。你放心，
我爱让迄个老小姐认清楚这个事实，我保证。啊，其实是安尼啦，伫这个世间有真侪代志吼，唔是咱人伫咧吹俏的啦。啊，代志若要来啊，你要甲挡嘛挡袂掉啊。你才像迄天安尼，咧脚跋到跋伤背啊咧，我都啊。咱笑问下吼，恁是去倒位跋背哈？哎，跋背就咧跋身体健康的尔啦。秋敏呐，我甲你讲啦，阮现在去台北上班吼，我已经是足唔甘啊啦，无可能阁叫老小姐甲阮性格抢走啦。假使性格哦，若敢欺负阿芳，让阿芳受委屈啦，我这做老母就去甲教死甲紧紧紧。啊，不过好啦，来泡茶啦。阿芳，我袂啉酒哩，阿芳啊。啊，咱唔就讲好啊！少年人的代志，让少年人家己去解决，咱老的莫去影响到咱的感情。啊，对啊，哈。是讲阿曼啊，咱讲实的啦，我一个做父母的人哦，都拄我干阿一项要求，就是性格哦，心头家己爱抓好听，袂甲唔爱讲哦详细，唔通少想讲红茶绿茶要掺掺落行。那这我拢甲你挂保证，伊绝对袂讲相哈打相准啦。无够啦！迄若要吼，就是性格莫去台北上班啦。啊，若唔吼，就是爱互因两个先订婚啦。啊好啦，你坐咧啦，莫搁如啊啦。但即摆时代改变啊啦，结婚搁离婚咧，规家路满满是啊，就有人哦，知影人有某啊，甘愿去做人的第三者安尼，甲人偷来暗去。啊，总共一句啦，水若无滚，茶泡袂好食。若性格心肝内无咱阿芳哦，你搁安那用心计较，我哪白了工的啦。我听你在累。迄泡茶安定着爱用烧水啊！咱电视广告即马无在讲，大家拢足爱啉迄落冷泡茶啦。虽然讲时间有较久啊，啊，不过冷水泡久吼嘛是会出味啦。这总共一句啦，假使讲性格若是无好，阮阿芳一个交代，我着认定伊是单色米啦。恁两个就是共犯啦。啊，但你是咧讲啥啊？我是咧讲正经的啦。头家，头家娘。你若是无将这件代志瞧好势哦，我就做啊，咱两家口较正切啦。你安尼透早就伫扫，是毋是人无爽快？爱我送你去病院看无？哦，恁爸爸病情真严重，伊心病呢？心病？煞毋知恁爸爸吼，伊是伫咧烦恼，伊推荐你去台北做品管啦。啊，虽然是你的前途拢甲咧铺到好势好势，毋过惊去委屈着阿芳。阿芳有啥物委屈啊？到底是真正听无，还是戆啦？你的头脑拢袂当阮世间哈，阿芳就伫咧烦恼讲，你若入去台北，你会叫迄个老小姐抢去。所以希望你要入去台北进前哦，恁两个名分先定落，让阿芳安心。阿唔过，先杰啦，你若有啥物话，你都爱讲。啊，参像你咧顺心姐甲讲讲，你家己心头爱欢好定，唔通阿要食甜，阿要食咸，死口你臭脚皮黏哦。我哪会啦？哦，袂上好。妈妈甲我讲，进前哦，你啥物时阵要甲阿芳结婚吼，我拢无意见，这随在你。但是我绝对反对迄个千金小姐来做我的新妇，安尼你听好无？哦，了解着。啊，阿姐，阿姐手边未？哎，好。老早，我去运动转来啊，咧早。好啦，来啦。有好康的哦，下面我要去邀会，请林嘉宾，听你讲话哦。啊，你要邀会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到你来啦！啊！你七早八早来我们办公室是咧创啊啦？我唔是来耍的啦，我今日来哦，是有任务的哦。看得出来，
你阁有这么慢的时阵哦？废话啊！叫你经理出来，我给你看卖，什么叫做正港的男子汉？找阮经理有啥物代志啊？当然是要到进度啊！爱人嘞，叫伊出来，我有话要甲交代。你来阮公司，讲话阁这么嚣掰，你是讨袂听是无？你真正甲我说咯？有你行遍天下啦！我今仔日哦是要好心请来助阵的啦，啊，无伊即马是拍算，真正要抢阮姐的未婚夫，要做第三者是？我问你哦，陈信杰真是跟恁姐来订婚？当然啊，早就定啊。自从两个囡仔时阵吼，阮两家的四大人就从这门亲事定来啊。即马阮两家的生活就敢若一家人共款，所以啊。唔管你经理哦，生果安怎水，家世安怎好，嘛是爱较有沾沾一点啊啦。唔爱想讲，阮大准备要来恁台北上班，一定要趁这个机会诱拐伊。那真正是安尼哦，伊就是害阮两家人毙命的两家公敌。我甲你讲，你是在讲什么笑话啊？阮经理什么时阵诱拐陈胜杰啊？哪会无？啊，就阮姐啊生日迄天啊，伊就调告伊约阮大出去耍啊。啊，非得恁经理哦，莫踮咧尻川口做一挂有诶无诶哦。阮姐也嘛袂安烦恼，甲袂食袂困，逐工目屎流目屎滴啦。总讲一句，恁经理嘛是查某人啊，啊敢讲伊无通想看卖？若是有一工同款的代志，若发生在伊身上，啊伊会安那当安尼看一个爱一个，心肝痒的时阵，就要做陈世美，伊敢会堪诶？我警告你啊！我才要警告你，你上好是叫恁经理莫做第三者哦。啊，若无咱的关系，到这，切。你啥物时阵跟我悄悄做伙，我哪毋知影？经理。你什么时阵来啊？阮拄才讲的话，我拢有听到。其实哦，我一直认为讲吼，你是一个真热心，啊嘛真有正义感的好人啦。所以拜托一个啦，你莫害阮大变作陈世美好无？啊若无为着阮姐的幸福，阮是会发动阮两家人的力量，做起来台币上班哦。你是咧讲啥？公还公，私还私。已经答应的代志，哪会当讲话无算话？不过啊，恁也是第三者的。谁讲我是第三者？阮妈。好，我即马就去甲因讲个清楚，安尼阿伯。经理，我该做伙去啊。你去要创啥？你老话啦。你真厉害嘛，哈。袂歹。我想要看到你，出去！你不是要去约会？啊，你带我来才要创啥？我还有工课还袂做煞呢。你后礼拜二就要去台北上班啊！我请你啉一杯咖啡，就算讲替你庆祝，敢会用？我不啉咖啡，你也不是不知啊。我知，所以我替你叫水果茶。谢谢。讲实在，我今日找你来，是因为我有一份神秘礼物要送给你。神秘礼物？对啊，我看你入来的时阵，两手空空，无啥物件。我替你用老花纹，伫遮见面。啥？你讲老花纹伫遮？免看啦，也未到位。啊，我随来啊。你又会来要创啥啦？若讲到主角，你的功夫会当甲老陈甲比。啊，不过若是讲到谈恋爱，你袂输幼稚园也袂比啊。所以，我若是无替你甲代志超好，你绝对会后悔一世人。你哪会安尼大主大义啊？啊，你有台，你有白甲乱讲啥无？无啊，我哪有讲啥？我就甲伊讲，你介意，啊，不过阮妈妈较介意亚芳。你哪会无经过我同意，你都有白乱同意啦？哦，我真正有你气死啊！你莫激动，敢讲你无想要知影老小姐伊讲啥？好，会紧张哦，我就知。你放心啦，老小姐伊讲，伊嘛真介意你。伊真像你讲，啊，不过伊嘛有讲，伊上讨厌就是做破坏别人感情的第三者，所以你若是无勇气选择伊，伊嘛愿意祝福你甲亚芳。伊敢若予你考虑到五点尔哦。过五分钟就五点，你哪会这么慢才甲我讲啦？我真正予你害死啊！啊是讲过五分钟，伊哪袂到？
你看，我若是无把油门吹紧绷哦，你敢有法度做决定？总共一句啦，厝内底有夜班，老小姐五点要赶飞机，你爱想清楚，你要跟倒一个。就算我竟然是老混混，啊，不过即马剩四分钟，我嘛袂赴找伊啊。好，对我来。要创啊啦？要找你干见面啊？大姐，伊人个伫遮，你奈无甲我讲啦？袂唔一句话哦。啊，老婆，老小姐，是要走哦？老混混。看起来你即摆心情一定是乱糟糟哦，连老小姐的头毛是长的还是短的，是直还是曲的，你也分袂清楚。免看啦，坐啦。十三号，免介绍啦，叫哥。哥，哥是的啦，我是听新昌讲你愿意支持我。嘛，听你即马，等为着感情也免烦恼，所以我着爱心冲陪我演一出戏，你袂生气啦？阿姆哥，哥，你是爱最单纯的呢，你。袂讲道理啦，把你的办法提出来啊！你两个到底是创啥啦？哥，即马把你的目睭揢起来。目睭揢起来啦！好，即卖你甲我讲，你看到的是啥物？伊是问讲，你目睭揢起来的时阵，看到的是啥物人？啊，目睭揢起来都乌乌啊，啊，哪会用看到啥物人啊？哦，无要紧。啊，无咱阁换一个方式好啊。哥，你即卖目睭同款揢起来，啊，我问你问题，你凭你的感觉直接回答我。愿意你就点头，不愿意你就摇头。嗯。好。好，我即马问你，亚芳自细汉甲你斗阵大汉，大家拢希望恁两个人会当订婚，啊，不过你的心肝内敢愿意？我。目睭揢起来，莫想遐尼济。凭你的直觉来回答我的话。好，即摆我阁问你第二个问题。假使老小姐即摆若甲亚芳同款，伊真喜欢你，那呢你敢愿意伫即摆即个时阵甲伊订婚？我就知。你顶头啦，哥，你顶头呀！我才是顶头。呢，恁哥真正是插头呢。你唔通安尼讲啦，哥，你真正插头呢，你就是介意廖小姐啊。我真是介意。是啊，那恁搁等啥物？既然你介意，你得让伊知影。系啊。上无你先妈妈敲一个电话给伊，我得看伊等这通电话已经等足久啊。啊，不过我知影你在烦恼啥，你在烦恼亚芳，啊，厝内迄四个老的对无？莫想遐济好无？无你卡，你介意，咱无介意你嘞。万一若真是歹，那恁恁着做伙啊！我相信只要恁两个人想要做伙，恁一定会用恁上大的力量去面对所有的阻碍。啊，搁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啊，嗯。行善吼，看你是要行善，还是要怨叹，就是你家己的决定。
哎，你若无讲话，电话就挂掉。伊手机也无开啦。是啊。哦，那手机也无开，不要打电话去公司试看卖啊。啊，对对对对，打给公司啊。是啊。对吼。老经理办公室你好。喂，哎，悄悄，哎。陈宪杰，你打电话来创啥？找阮经理，伊毋是去恁家替你解释啊？替我解释？啊，是要解释啥啊？悄悄，喂，喂，喂。悄悄讲，老伙伴去阮家，讲有代志要替我解释，啊，是要解释啥？一定是有啥物代志，无你先等下，我再打电话给你。咱先等下。李郎，我讲，别跟我讲话啦。好，阿姨，无代志啦。妈，无你的代志，你坐嘞。我今麦是你老母，我老母哈。好啊啦，气氛已经真歹啊。老小姐，等你坐嘛已经坐真久，第你也已经啉嘛，我已经问你啊吼，你甲阮性格到底有暧昧无？我本来是无义务来解释啥物，啊，不过我今日既然来，就是希望我甲陈性格的关系。卖愈来愈复杂，安尼唔来去影响到恁对伊的信任，上重要是会去破坏到我的名声。干安尼？哎，求你哪来是？我希望你大家了解，我甲陈宪杰会愈来愈熟悉，是因为推动 Easy Cook 业务的关系，绝对无男女的关系。第二 ，Easy Cook 业务是阮台币以后要转型上重要的关键。希望恁大家了解这个事实了后，莫阁意思海公，因为无影的代志来去影响到我甲陈先生已经确定的合作计划。哼，讲的比唱的较好听啦。想知影恁的关系是毋是真正遐尔简单？当然嘛是遮尔简单。我甲陈先生以前勉强会当算是朋友，等伊入来公司了后，变成我的部下，阮两个只是同事的关系。老小姐，你确定？我非常确定，我甲陈宪杰只是同事的关系。老伙伴，老小姐。阮哥已经回来啊！你甲你拄则讲的话，当下面阁讲一遍。走，无你的代志啦。老伟文，你别讲了。哥，你讲。你打坐。陈先生，你回来拄好，咱拄好甲代志讲个清楚。我伫听。我唔知你要安怎做，啊，不过是恁爸爸先来拜托阮，予你来公司上班。你若是因为有人反对要反起反倒，阮台币嘛无要接受你这款员工。我什么时阵讲我要去台币上班？就算讲你认为我无资格做你的朋友，你嘛无需要态度这么差，话讲啊这么歹听，条过会走来阮家要上班。我当然嘛要把话讲清楚，啊，若无到时你来公司上班，伫公司互讲一寡有诶无诶，我是要哪做人？只要你心头了定，咱也着需要惊别人安怎讲。啊，搁有，我去台币做代志。完全是为了阮爸爸对我的恩望。听有清楚无？老小姐，拄则阮性格已经讲到遐尔啊明啊，你是唔通等伊去台北上班了后才来后悔哦。你放心，无可能。以前我对咱性格无感觉，即马嘛无，以后更加无可能。这是你讲的哦，
阮这种人听甲清清楚楚。唉，秋韵啊，阿达你是讲煞啊袂啦？阿达燕呐，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！阿达，阿达，老小姐都欠遐命啊，你都莫阁讲啊啦！我再讲哦，性格去台北上班嘛是阿妈来鼓吹伊去的，你都莫针对人老小姐好唔好？嘿啦嘿啦，你若要怪怪我啦！对啦，秋敏啊，老小姐都解释到遐尼啊清楚啊，其实味阁遐尼啊重，何必安尼气压压嘞？我才不管伊讲真嘞，还是讲假啦。嗯。你甲我听好详细哦，等阮四个人已经决定好势，第阮性格入去台北进前，要予伊先甲阮阿芳订婚。安尼真好，相信今仔甲代志讲清楚，恁以后袂阁怀疑我甲陈胜杰有啥物暧昧关系啦。老小姐，歹势啦，我着较匆忙，走去恁公司学别乱讲话。啊，不过你放心啦，阮在后礼拜一定会准时去上班。陈胜杰，这是你讲的哦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准时去上班。哦。啊！等，即马拢讲几啊无代志啊？吼，阿妈，嗯，大恁囝的电视台伫遮，你唔赶紧去串几啊手路，才能通交台工啊呢？哎呦，是哦，那咱去，你，哎，小妹，去倒三缸，你嘛倒三缸，行。老小姐，安尼啦，恁暗留落食一个便菜饭啦，吼。唔免啦，我还佫有代志要无用，是嘞。李小姐，但是是恭喜你。小王啊，啊人走啊吼，凊彩拉拉就好啊啦。胜杰，我来去斗三工。哥，你在创啥啦？你就唔是安尼想的？想得咪安尼讲嘞？啊，你冇看到，话都讲啊，遮歹听，场面遮歹看，就算我有感觉，我嘛讲袂出嘴。好，啊，伊即摆要走，伊是伊未来的头家，是你的顶身嘞，你煞毋免送下哦。相信我，你即摆若无去，你绝对会后悔。去啦！去啦！你去啦！去啦！你去啦！真重要代志要问你，你先别走。我在等你啊，你有啥物代志要问我？我。你拢已经要甲人订婚啦，还阁有啥物代志要问我？我是要问你，拄则你伫阮兜所讲话，敢是真实？当然嘛是啊，敢讲你一定爱听着我情绪祝福你，你才满意啊？你真是对我无感觉？无啊，一点仔拢无。我讲无就是无。还是你对我有感觉？我无话通讲就是无。那你叫出来要创啥？安尼下手有礼，
啊，要让性格跟阿芳的手情吼，我已经穿好势啊，你看卖啊。这两个囡仔吼，若赶紧订婚，我是足欢喜的啦。啊，不过即摆安尼啊，赶紧啊，要传拢敢咱无法度让阿芳一个足青颜场面哦，安尼委屈着阿芳不好呢。哎呦，哎，无要紧啦，订婚是查某囡仔这边的代志，啊，我都无在计较，你是在烦恼啥？啊，让伊要甲补请安尼就好啊。啊，即摆只不过吼，是爱性格让阿芳一个安心啦。啊，互因两个安尼互相交换一下信物哦，就亲像啊牛三伯甲赵英台安尼互相交换信物，我都满足啊啦。足歹势啊，我都含万嫁囝，啊哪早嫁到一个性格安尼五面五面，早哪早自细汉我都带去看牛三伯、赵英台互相交换信物，万免让阿芳即摆规工伫咧惊遐吼。阿叔唔知影哦，大只鸡问题啦，因阿妈安尼心头抓袂定就好啊啦。是讲秀芳啊，咱歹听话先讲正经哦。迄明仔载吼，我甲性格挂手机的时阵，手若是敢揪断去吼，我甲你保证，我一定随搬厝，互恁以后吼，拢免想要留着冠军地哦。你是不是心情不好？叫阿玉对啊哈，你发到乌毛别人，你无到乌毛我。爸若是心情不好，拢卖走出去耍，若是买物件，只有你才会走来走去，把家己母忝死为止。我无介出去佚佗，我嘛无介买物件，只有伫灶骹做代志，我才会当将无欢喜代志放袂记。你是不是为了老小姐今日所讲的话，你不欢喜？你每为着要顾虑我的感受，就唔敢讲老实话啊？是不是为了老小姐？无啦，我只是无想要提起伊。好，我以后绝对袂在你面头前搁提起这个人。另外，我要跟你讲一件代志。拄则我看到阮妈妈，还佮恁妈妈穿好两卡手指。手指。恁妈妈还佮阮妈妈，希望伫个明仔早起，你去台北上班之前，咱两个当先交换手指，先定落来。为甚物？你为甚物来逼我啦？光是讲这件代志，莫佮提起啊！即便讲到咱两个人未来时阵，你拢是即款反应，敢讲我对你无够好，敢讲我无计甲你爱？是嘞，若是拄则我的态度，互你真生气，第二只我甲你是嘞。我无爱听你的是嘞，敢讲到即马，你还阁毋知我要听的是啥物？这，你这有一个，是我八岁的时阵。你为着要替我爬去树仔顶爷爷照，所跋倒受伤的。迄个时阵，我讲为着你受伤的代志，艰苦到哭过，无艰苦你拢袂记的。这么痛的代志，我都唔爱去。这是我十岁时阵头一遍陪你前兄去互油烫着的。还佫有这，这是你十一岁头一遍牙刀去互割掉，我替你供养的所在。还佫有这。这是你十二岁头一遍骑脚踏车走啦，咱两个做伙跋倒所留下的伤痕，感觉你拢袂记啊？你讲的每一件代志，我拢清清楚楚记在头壳底。你拢清楚记在你的头壳底，那在你的心内，你敢有记在你的心内？
是一点仔感觉拢无。自细汉到大汉，咱两个所发生的每一件代志，我拢清清楚楚，甲伊刻伫我的心肝底，而且我会甲伊记好条，一直到我生命结束迄一天。我知影，有可能就是因为安尼，才会让你对我无感觉，才会让你无法度确定你是毋是有介意我。啊，不过我请你详细想看卖，伫咧这个世间上，有啥人会当比我搁较了解你，搁较熟悉你，还搁有啥会用甲我同款，甲你有遐尼多同款的记忆？我，就你。那安尼就请你相信我。这个世间，我这世人绝对无可能搁去爱第二个查甫人，嘛无任何的代志会当让我改变。敢会用请你至少借我的方法试一遍？假使有一天你去拄到一个比我搁较爱你，还是比我更加适合你的人，我会退出。安尼袂用啊！安尼对你无公平。人的心本来就是伊的，不是病，所以感情的世界本来就无公平。人的你，我甘愿。啊，不过敢会用请你，至少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嘛拜托你。给你自己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爸妈，我参像恁家的活乱哦，恁在遐咧饮茶纳凉，我伫遮咧做事。你心用啦，下面我来斗相共啦。啊，厝内面的工作本来查囡仔在咧做，还搞计较，你哪有这样探听嘞？先生啊，饮茶，麻烦。爸，爸，哎，够饮茶啦。够，你不是要去上班？我哪穿安尼？唔免穿西装哦。当然啦，我唔是去做头家啊。先给讲啊，就对啊。咱人吼爱重内在，唔是要互看外表啦。你去啊吼，上班好好打拼，自然就有前途啦。啊，你无听人讲讲，诶，母仔出世先葫芦，啊，幼虫啊浸水会发香菇。啊，像恁老爸即马是天下第一的陈总铺，诶，无得甲人讲啊，你是变天下第一的陈总裁啊。哇，水哦，啊，我就是陈总裁的小弟，对不？哎，我就是陈总裁的妹妹。哎，那我就是陈总裁边仔细汉的。安尼我唔着陈总裁场嘛，嘿，高赞高赞。啊，也袂啊哩啦，讲啊紧安尼。哦，诶，小王，啊唔着紧。秋明姨啊，啊，即摆是咧要倒一厝啦。啊，先过啦。啊，恁场嘛，我吼是惊讲以后你的条件变好，会用抢去啦，啊，伊着害阮阿芳哦，干公家养婿啊啦。有。啊，我即摆甲你讲好啊。人哋讲吼，即甘愿打厂卖菜，同愿干公家养婿。啊，你丈妈我即马希望讲，你会当让阿芳安心，这点你应该袂做会到吼。我，哎，莫搭你阿哥啦，哎。吼，你甲看妈妈啦。啊，王阿芳来，就是今日过来。拄好好呢，你有够敖劲的咧！秋敏啊，婚姻是终身大事，要用你开玩笑哩啦！有
在公家方是我的姑嫂囝呢，免让你清清菜菜。啊，你放心啦，这不是订婚，只不过给因个囡仔交换身份尔，求一个安心啦。啊，对了，求安心啦，我有归啊，免计较，谢啦。哦，你甲看伊两个我尔啊素皮嘞，袂出我敢若顺兴嘞，安尼准时推裤我尔啊下味嘞。歹势吼，我时间差不多啊，无我先来上班啦。啊对啊，紧去啊，较袂叫袂好，紧来。梁红，今麦你会当安心吗？吼，大嫂，干么呀？哎呀，大事拢完成啊，开店吗？好，好，可以开店吗啦？开店。开店，嗯，来你来。你那讲我干啥去？你来啦。我问你，头拄只迄条电话是啥物人大嘴大的？啊，手指三个两个囡仔现卡落去，是安怎吼？我会惊啦。啊，你惊啥？惊咱伤早抱孙，大老去呢？老，我咧惊啥？老都掠老就好啊。我惊的不是这呢。你若有看到讲圣经啊，偷偷要甲手指拔掉吼，你若笑会出来，我煞输你啦。袂啦，假使圣经你家己若无愿意，我咧甲你录手指的时阵煞袂讲哟。欸，你拜托诶，咱迄个囝伊是直，伊毋是戆啊。迄当场伊若敢讲安怎吼，手面若无走，要走较三菜都甲叫我怎处理？啊，你嘛咧奇怪，你遮大层诶代志啊，我先甲我参详者。啊，你免紧张啦，啊，咱手面若毋受讲，迄是按手面诶心尔，就敢若参照两个囡仔吼，互相送礼物尔，毋是订婚啦。欸，啥物叫求安心嘛哈？我甲你讲哦，有烧香是无一定有保庇呢。我是惊代志，互恁愈母愈复杂，死到吼会歹收煞啦。我若歹收煞，等下豆豆收煞哦。